这密度很低，不怕700多，对，密度非常低，可能是个原味，但是没危没危险。鬼畜化跟现在不能做了，李两边已经做了，对对对，你就继续观察吧。继续观察，还有一个两个7点多，上面写高一，看起来像良性的，良性的，雌性向阳，对。我们那个店都看到它好像是高危，它写的是红字的字，可以吗？没什么意思，高危的意思就是原位癌的意思，你就观察吧，没事。还有这个我包的这个颈呢，是那个这个没以前没做过那个基因检测，现在要做基因检测吧。颈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早几多大，分期早就没事。我这上面有上面那个手术报告在下面，那是早期的。是颈的，他报的是颈的。不用早期的，你都不需要术后治疗。不需要治疗。对，可以不做基因检测，但是你做一个留着备用也可以。好好，其他的就定期复查没事。